半夜拉文文出来跑步，我准备把我妈妈传给我的镯子，今天晚上送给她。走啊！老哥，你这都走四个小时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来，妈，上来我背你。你能行吗？当然，下来吧。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对呀、啊，总长13.14公里的心形路。我为什么感觉这一次比上一次长了好多？你上次我也走不动了，带你抄的小路，但是这次没有啊，这次是实打实一步步走完的。婉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执着于这条路吗？因为它是13.14公里，代表着一生一世。我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像刚才那样，你累了，我会背着你；我累了，可以在你身边依偎一下。没有。兄弟们，是时候给他了。喂，必须现在去吗？哦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那个朵朵喝多了，打电话让我去接一下。一定要现在去吗？一个女孩子喝多了挺不安全的。那你今晚把我叫过来，就为了这几个？不是，还有呢。不过我需要点仪式感，你先回家等我，等我回来好吧？去吧。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一手手应付下不就行了吗？非要喝那么多。还给我手机给我砸坏了，是啊，我去，家那么大，那么大做核酸干什么？哎，别乱动我这个，给我，哎，你怎么乱点啊东西啊？赶紧摘下来，摘下来啊？怎么可能？啊，疼！完了，这镯子拿不下来了，咋整？